我陪我闺蜜去相亲，结果那男的看上我了。你长这么漂亮，谁敢让你去陪相亲呢？人家那是给你演场戏，你上当了。真的假的？别的不说了，你觉得这小伙咋样？还行。还行啊，那你自己把握吧。哦。哎，老李啊，行，我姑娘对你儿子印象不错，你儿子我早就看好了，挺好挺好，俩孩子不错啊。你请我喝酒了啊，这回。抖音。你们三位在干嘛？那业绩。我说你们。哎，我得去哪里啊？我去接个电话。我们先开会啊。哎，好嘞。哎。哎，小刀，你长这么大有没有被表白过呀？没有。那你想不想试试什么感觉呀？哎呦我的妈！真是。走，跟着我，带着你去。哎，圈圈，你觉得小刀这个人平时讲不讲道理啊？讲吧。那他讲的正常的道理还是不正常的道理啊？不正常的道理。那这不正的道理叫什么道理啊？歪理。叫什么？歪理。哎，你说谁讲歪理？小刀啊。小刀怎么了？歪理。歪理啊。歪理啊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圈圈。哇，是那个小哥哥，终于等到他一个人，我的机会到了，我去找他。是一个人吗？嗯，可以问你要个东西吗？你那个皮儿可以给我吗？啥？谢谢。